交局路况消息。11:52了，那么这一刻我先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早前朝樟宜机场方向行驶的 PIE 过了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之后的路段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拥堵，那么刚才车龙龙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尼路经过那个路段请您避开第一和第三条车道，小心驾驶。那这一刻要告诉您，朝 CTE 行驶的 SLE 在 Mandai Avenue 出口处之前的第四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 Bukit Timah Road 朝往雾兰的方向在过了Holland Link 之后左边的车道也有道路施工，所以经过以上路段请开车的朋友您得特别留意，请小心驾驶。